咱即马诶，补充教材吼，是去讲修菩萨道诶，即个五十二位，啊，五十二位诶中间有一个地前位，啊，甲地上位安尼，啊，地前位有十善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啊，即地上有十善位安尼。啊！即咱都啊，即个普通教材吼，咱即方是要甲咱讲即个十字位，十字位哈，第五页，发心住、地地住、修行住、行贵住、故作方便住、正心住、不退住、动静住、王住住、灌顶住、四名菩萨十住。啊！即马咱已经研究到阴暗，要研究这个修行处。修行处就是伫这个二十，改成二十一粒，二十一粒。前回都讲到这个六波罗蜜，啊！啊！即马阴暗对这个个修行处去，大家先显出二十一粒哈，显着未？显着哈！哦，即咱来研究修行处看是啥物。这个修行住，什么是菩萨修行住？就是发菩提心的菩萨。发菩提心，当然咱大家拢发菩提心啊。啊，发菩提心了，咱爱修菩萨行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菩萨行的这个十住位的修行住哈，修行菩萨行者，必须以心观。一心现观世间十种法，啊，什么是十种法？一观一切法无常，安尼意思大概知影吼，解无？哈。第二一切法苦，第三一切法空，第四一切法无我，啊，啊第五一切法无作。第六一切法无味，第七一切法不如明，第八一切法无处所。那么来第九一切法离分别，第十一切法无见识。哦，现观世间十法的菩萨行者，应该勤学十种法。以地诸法实相，因为在头前这几点，拢讲到一切法空，一切法无我，一切法无作，一切法无味，哈、哦，一切法不如明，一切法无住所，一切法离分别。啊，即嘛咱应该勤学十种法，刚才讲，在一切法既然无常无我，唔过什么是诸法的实相安尼？意思怎样哈？那么这是无常多变，无我无常，一切法空。不过在一切法的中间，有一个诸法实相，哦，应该勤学十法。下面要讲的这个依地诸法实相安尼，何者为识？所谓观察众生界、法界、啊世界、地界，好来翻过来啊，怎、哦、么来啊？水界、火界。啊，红界、玉界、色界、甲无色界，即、这个就是讲观察三界之内一切相、一切事，哈、哦，先去了解，啊，了解就知影，什么是诸法实相咧？啊，第一，什么叫做众生界？即嘛来哈，第一，你得观众生界，第二法界，第三世界嘛哈。啊，即嘛来，咱先来了解，什么叫做众生界咧？众生界是众人众生的境界安尼，的环境。啊，这里要讲众人众生之境界也可以讲，要讲六道众生之世界也可以讲安尼。哦，比如讲咱这个人道吼，唔是干那咱尔，有鬼道，有动物，这个世间冇地界个，这个世间有小地界。啊，那伫大地港呢，是迄个地藏经所讲的迄、那个，苏弥山的第一定城遐，不是苏弥山迄、那个娑婆世界的周边，
遐有一个入气，而且大地壳。啊，咱这个人间都有小地壳，这个地球内底有小地壳，所以这个地球内底有三木道，毛修罗啊，有人都有修罗，有那有天上来的在降神，啊，毛迄个半鬼半神呢。哦，所以这个地球那是众生界，众生的哈，众生共住是环境安尼，但是环境有分界，它叫做界。这个分界哈，第三位呢，比如讲咱这个所在联合国统计哈，拢总改成170几个国家，啊，170几个国家，咱未使讲占别人的地。譬如讲，卖讲联合国是讲咱台湾嘛有。管区无同的界址安尼，这个叫做界哈分界，哈、哦，这个分界为界安尼。啊，但是我怎么讲哈，个人的空间有那无同。譬如讲，你的财产，你所占有的登记在恁的名下的，有那有恁个人的这个土地分界，咁是安尼哈，恁拢有所以关张嘛？应该是啊，譬如讲，这间厝你共租的。共租就是你有技术的管理，别人绝对袂使甲你安怎，这个叫做界。啊，了解吼、哦？咱厝内房间嘛分甲一间啊一间上大上大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界啦哈。但是即马动物有动物的生活界，人都有人都生活界，啊，鬼都有鬼都生活界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界。但是佛法所明示的十界，吼、哦。除佛以外，其他叫做九界。这个九界当中叫做众生界，比如讲，三恶道、三善道，安尼叫做六凡界、善道界、甲恶道界安尼。啊，再接着六界啊，六道叫做六界。啊，再个去年呢，有一个叫做罗汉，安尼叫做来个叫做辟支佛，啊，即嘛来叫做菩萨，安尼叫九界。啊！但九界不是干那九界哦，我这么讲一下，这个十地菩萨有十地菩萨的无共界，对吼？水准无共，叫做无共界。啊，地藏菩萨有十信界、十住界、啊十行界、甲十回向界，这个程度拢都完全无共。啊，你讲罗汉来甲讲，各有四个，应该四个的水准无共，这个我们也算清楚四界安尼。俺都不讲，哈、哦，俺怎样哈？所以今嘛，这个是以十界来讲，除佛以外九界，拢统叫做众生安尼。啊，这个众生的中间哈，有地狱、恶道众生，啊，天上的这个善道众生，啊，人间都有半好半歹的众生安尼。好、哦，所以唔靠这个，咱这世间个大这个国度唔靠黑暗甲光明，啊，那不应该乌就是光诶。哈、哦，啊，咱就靠安尼嘛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众生的灭迄个众生，啊，那是这个阿罗汉甲辟支佛是主导的众生，啊，那菩萨是要度他出世的大心众生安尼，安尼就无讲。偏偏众生吼、哦，我讲一句歹势，咱在人间道以下，大多数是要弘拖的众生安尼，哈、哦。我你讲是安怎个病？他糊里糊涂，唔知活啥物，唔知呀。我讲你敢听？伊唔知为甚物计活，为着食饭要活，还是活要食饭诶？敢听有？有哈？糊里糊涂，伊到底伊唔知计？那讲生人去找死咯？你若讲看到这个大地，诶，即款各种的状况哈，你看到有心啊悲哀，有心啊好笑。好、哦，你电视甲拍开甲看，就知影讲人类真正十足个悲哀。伊唔知为甚物计，我唔知影。听吼、哦，所以这个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啦。话你唔知计话甚物？啊，即嘛我安尼是比如哦。那么恁家己是相信我，恁个电视甚物？恁为着甚物话？哈、哦，莫名其妙，你们自己莫名其妙。对事实来。世间就是安，不过咱这个世间就是众生相嘛。好、哦，啊，我即马安尼讲哦，这是一种因素。今仔日各国，一个人啊，政权、政利，拢总无考虑别人死活，为着家己的利益。
哈、哦，你看真现实的百姓就是遮恶习的着，每一个国家大多数是拢安尼。譬如讲做生意人，伊为着钱，伊无管别人，伊建立伊个人的幸福，但是打击别人的头壳顶。爱到底伊一生中够互你赚偌济钱？伊得虾米？得啥？嘛是一笔恶业尔，是不是？一笔恶业咧。啊，到底人是不是活得好哩好多？是不是咧？你家己较想。啊，所以我是讲，到底在众生的人道众生是为着什么活？你若讲动物是为着一顿一顿食嘛？啊，就去杀啦，肉足僵尸啦，大只加细只，大只加细只。那么这咱人道内底应该要有一个理性，唔过只嘛吼，这人道的动物都含一半动物完全要烧香啊。吼、哦，比如讲国会不是个差，吼、哦，真正加班囡仔大些，无做一个正确的模范，而且应该为什么而活，应该无。停止下来想看看这个国家要灭人呢？这样国家灭，我看他本身也不好过，他家人孙也不好过啦，这样不就社会就越黑暗了。所以到底今天不要看别的国家，日本也是很乱啦、啊、新加坡是比较正常，所以这国家也很乱、啊、你说为什么这些人到底为什么只做业而已、啊，所以我现在说无理性，咱学法就要有理性啊。好、哦，这点是较重要啊、哦。所以这个代志，这个叫做众生啦。啊，无无咧，大家拢讲落这个沙漠倒去啊。所以为什么叫我家己拢无理出一条意义出来？这个叫做众生界。啊，这菩萨如慈悲，啥这人安尼悟的是将来是恶道嘛？啊，大地的歹啊。所以菩萨慈悲。救度众生，所以这个菩萨叫做救度众生的大心众生安。好，安、哦、那、啊、是阿罗汉，伊就知这个世间真苦，伊就要离苦得乐嘛，伊个人解脱。好、哦，阿什么这个，咱大家发这个心，啊、哦，发这个心嘛，所以咱就是可以讲啦，你爱内行，内行甲将来牺牲家己来广度众生安，这个叫做大心众生，哈、哦。这个大心众生的救界众生的最特色的众生，安尼最特色的众生，安那无是真济拢作业的众生，好、哦，安了解吼、哦，所以众生叫做众生界安尼，好、哦、啊，活了好哩好多啦，啊，无管名声啦，无管作业的以后啦，安尼，但是就是安尼无无干呢，啊，看这有够可怜的可怜。十足的悲哀的悲哀，搁再大悲哀的悲哀，啊、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九界众生各国做无同的业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生在无同的环境，受无同的苦乐，哈、哦，大地众生你甲看到，但在人道哈、哦，真正是唔知为什么，我唔知呀，好、哦，按了解哈、哦。所以人间做恶业，必受恶道环境的苦报。这是自然律甲因果律必定爱安尼，所以人间也是做善业，受善道环境的快乐报安尼，这是必定。但这种有老的哈，这种会结束。所以呢，菩萨分证，分证的中间所有无共性地界。所以你甲看，受环境的乐报嘛。啊，你就今仔家己想哈。但是这个是有老菩萨分证，所以无共性地界安尼。所以这个十地有十地境界，总是初地不如二地，二地不如三地，三地不如四地，哈、哦，这大家知影啦，哈、哦。啊，搁再来十，这个搁十诸位，当然看也十信位，啊，这个十行位是看也十诸位，啊，十回向位是看也十行位安尼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啥？无共的性地界。啊，你若讲阿弥教证无生法印，迄、那个叫做地藏菩萨界。啊，若证无生法印嘛，以上叫做十性界安尼。所以这个十性界叫做大心众生界，可以这么讲。所以众生的别体无同，譬如讲众生的别体哈，动物有四十亿类，佮他心有发现，佮他直直出来。
吼、哦、啊，咱人间道内底嘛有男女男女咧，即、这个叫无同个别体，啊，无同个别体哦，唔是干那男女尔，女人的生理也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的业报不一样，所以生理甲心理甲物理不一样。啊，男众咧，各人做各人个业，身体五脏六腑。健康甲无健康嘛不一样啊，这个叫做别体不同。哦，阿鸟有鸟的别体，嘛是真济种类。海底水帘王，海帘王遐嘛有鱼族的别体。哦，迄奇奇怪怪，那个看迄个过迄国家地理还是探索迄哦，去、那個、海底迄个动物的怪种有够济。哦，安怎样吼？这个叫做别体无同啊。啊，咱众生的这个寿命，人类中这不同的男女相。啊，到无同的寿命，对吼、哦？啊，食到逐项都袂食，即卖连迄个妇人人怀孕六个月都个呕出来食，你讲看到新闻？怀孕六个月，吼、哦？啊，无惊安怎？迄大陆的人说，啊，拢总有几个富商，咱台湾国际生意人，有哪照常去买来食？你敢想看卖啊？啊，这是毋是真多哦？啊！这白家干唔免落地噶？啊！你家想看嘛？看这有罪恶啊，无罪恶？啊！这无多这啦，较造成无同的寿命啦，啊！较造成未来苦报连连啦，吼、哦！富贵贫贱无同，吼、哦！啊！做是无同的环境生活，拢总是无同的业力，合合而生安尼，吼、哦！所以命为众生界，啊！这命为众生界，咱即嘛来个观察。观察着这个众生界的果，按照咱众生这个业力、业力、吼、哦、业因，安怎样做？你今日开现伫地界恶鬼啊、畜生，甲人间各种无同的环境、无同的这个个命运，啊，无同的这个寿命，一定咱今日爱观察咯。这条是要叫咱观察的哦。这条哈、啊，观众生界，所以今日在卡讲。哦、所谓观察众生界、观察法界、甲观察世界、观察地界安尼，因为你若无在观察哦，你头前这十种的法，你未当彻底了解，好、哦，这条安尼。那么第二，哈、哦，观照法界安尼，我、哦、加注意第二是安尼哈。那么在观照法界中间，法界有两种法义，法界哈，法界啥呢？书甲理，哈、哦，书有理哦，这个书也是法界，理也是法界安尼，即嘛记好哈。那么这个以书来个讲，即嘛用大字来个讲啊，书对世间书，还是出世书拢可以，有为甲无为拢可以这么讲哈。这个法界一切世法甲出世法。下诸法安尼，世间法甲出世间法的法，拢总可以讲。所以界者就是分界，分界另外一个名称，它叫做分界。分界哈，所以就是一切法有无同的别体。世间一切法，即卖用世间的事来甲讲，无同的别体啦吼，就讲无同形象，啊，代志无同安尼，吼，啊，甲个性别性。这个是世间各人的这个别性，哈、哦，你有你的个性，我有我的个性，啊，一个人不是干的是一种个性俩，千千万万的个性，因为业识的种子识内底有什么蒙蔽，你就有什么款的个性安尼，但这个个性哈、哦，注意记咧，不是天性，起码爱分好哈，天性是如来中你这边讲的。但是个性是去做别业，啊，甲度现无同的这个个别性出来，即嘛，这个一定要了解。咱人的别性，有的是较贪性，有的较轻浮性，有的骄傲性，有的戆戆啊性，戆戆个过日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叫做别性，哈、啊。但是这个个人有个人的代志，啊，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代志。是不是？人有的真平安，过日；有的是差价拉价，兄弟啊，冤家，阿婆不是给打，对吼、哦？啊，东西啊，大家家庭的东西，兄弟安尼，
规个家族内底滚夹夹滚安尼。好，阿维是真平和过日，即、這个吼、哦、就是讲有无共的代志，啊国家有和平的，也有战乱的。好、哦，安怎吼？所以一切上的体现吼、哦，就是讲无共事无共上的体现，所以本来有无共的分界，甲无共的分界，即、這个叫做法界安尼。好、哦，法界哈，但是譬如讲是法界，有无共因，甲无共果。对哈、哦，是法界啊！地甲恶鬼畜生，对无共因，甲无共果嘛。啊，修罗嘛无共因，开始修罗道啊。啊，人间道内底有居住的国土是真平和，有居住的国土是真混乱。中东遐就混乱了嘛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含大陆是恐怖和平，和平恐怖。五十几年来就是安尼。啊，嘛无到即咱中华民国自从五帝建国。尧舜过了，这个武功天下以后，家天下就开始乱了。好、哦，应该大家知影嘛？武就出一个子孙啊，叫做桀武哦，出一个子孙啊，叫做桀王。啊，即嘛来个通王甲霸道，你甲看战争就死偌济人。啊，通王甲霸道，通王到尾佫出一个不良的子孙，就是纣王。好、哦，啊，桀王是爱这个满喜，啊！即个帝王是爱贪忌，就变昏君。啊，昏君即马较过来武王甲拍倒。啊，武王团团呢，到伊一个后代叫做周幽王。啊，即、这个周幽王伊搁在昏君，有那爱女性，哦，爱伯叔，哦，为着伯叔笑，啊，即皇妃大点么多，啊，搁失体啊，失天啊。啊，像这个休王，较好天王，这是反邦，甲对杀的骊山，就开始个乱。好、哦，啊，伫这个即马来乱的，用中国统一，中国先是一个拜刘邦项羽，伊就个争夺天下。啊，你甲看死偌济人？啊，像一代有西汉，有东汉，啊，甲尾人较个统一，三国了中间的这个司马炎较个统一。啊，这样来分解东晋西晋，安尼乱，台台台，四四四安尼，哈、哦，你甲看嘛，咱的国土就是这样的情形。即卖来到等台，到这个弥勒菩萨下生，黄金地较有法度啊，很了解哈、哦。所以这个，哈、哦，无同的因果，所以结如是因如是果，所以因果绝对袂脱节啦。我甲你讲真正哈、哦，这个叫做十法界。但是这个菩萨应六经有讲安呢，有一切法界有三界报，一切法界中哦有三界报。咱这么一个讲，这个世间法，一切有为法，若幻若现，若见着，若因若果，不出法界，唯佛一人在法界外呢。哈、哦，这个菩萨应六经，应六本业经，哈、哦，一切法界有三界。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安尼。啊，这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内底有有为法，这两种有为法，就是咱人人心造作引起出来，而这个三界报。譬如讲，你今日真是恶业，而造作你必定地狱。吼、哦，上品食物是必定坠落地狱，所以爱小心。中品食物是必定对着畜生，下品食物是必定对着恶鬼安尼。啊，那是修行人有亲威心，必定对着阿修罗。爱注意这点哈。啊，那是人间都是应该是五界，唔过唔是大家拢五界，有的是地狱，罪报结束了，起来归道个畜生道，安尼较罪业。报尽啊，较起来人间道，所以起来人间道嘛是真无耻啊，有真鬼心的嘛有，吼、哦、啊有的是真迄个个阴天嘛有，啊有的是伫修罗堆来，所以亲信心嘛真正，吼、哦、啊那是天上来的，都有一点啊人诛心，啊那菩萨诞生人间呢，伊就必定要拔苦，拔众生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是今日修十善，就当然是欲界。
哈、哦，欲界这个六欲天、四天王天、啊陀利天，啊这个个阎摩天、头六诶倒数多天的外衣，啊即么来是六变化天个头啊主宰天，啊你那是现界有修，搁在修定业，就是四禅十八天，啊即么来就是啥，就是这个个无色界四空天安呢，这个叫做六凡三界佛。啊，这种种有违反，啊，怎样？因为这个叫做造作，造作善业甲造作恶业，这个叫做有违反，哈、哦。啊，有的是凡，有的圣人，这个圣人就看你出世的圣人，哈、哦，还是出世中间有分一个独善其身的圣人，甲大乘菩萨圣人安尼，哈、哦。这么来见着，就是执着的意思。啊，啊，个因就是必定有果，啊，所以不出法界呢。那不出法界呢，为佛一人，一人哈、啊，在法界外呢。因为这个是法界中，这几句话哈、啊，都包括头前去讲是法界。啊，所以唔可去讲，等于去讲九界的众生，但是唯有佛陀在法界外呢。啊，这个是讲安，这个就是。菩萨应乐本业经讲的，啊，咱即马去行路是行做一条，行尾后边七条，为佛一人在法界观。好、哦，咱即马是要行七条，啊，即马行七条，当然咱来修着菩提心啦，爱名利啊，无名利你也知影。你若知讲，这个佛的成就是安怎成就？所以一定要深入经藏。将来智慧如海，甲发大慈悲心，广度众生，安尼你才会当含佛修上伫法界外。啊，若无你安尼做吼，到尾原来是伫这个三界内底、啊。但是要成就亲像佛的法界外，你必定爱行菩萨道，迄、那个若凡若圣的这个性。啊，但圣人有独善其身的圣人，甲兼善天下的圣人。咱即嘛是给广度众生、兼善天下众生、同得解脱的圣者，咱即嘛要学习步，吼、哦，要大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这个安尼较叫做法界，吼、哦，法界两种，这是头前讲，依师讲的，依师讲就讲你做什么因，必定成什么果，你若做菩萨因，将来成就佛果，你若以四谛因，将来是成就阿罗汉，你若以十二因缘起法，你断无明。将来你将来是必定成就辟支佛果安尼，好、哦，这个叫做如是因如是果。啊，你爱注意，唔通做的是恶业，你做是恶业么？你必定堕落三恶道。所以佛陀甲咱讲，诸恶莫作。你若做善业，就众善奉行。这点就是你的善道。但是众善奉行，你若下当搁在自见机。安尼，这个叫做菩萨业，安尼都无讲啊。你若未用自证记忆哦，会记着呐？安尼都无准算。自证记忆是包括你行善不正。啊，第二点呢，你若是善恶无作案，啊善不正，这个叫做自证记忆。这个累世内底都无再精进，无再有老精进，啊无有老精进，你阿那也是得变作如来中的光明，安尼将来成佛，哈、哦。哎，个点啊，这个。那么，如果以理来讲，因为法界书来讲也是，理来讲也对。法界为真如之理性，哈、哦，哎，个点啊，咱人迄个自性，所以叫做真如法性，就是咱人迄个自本性，迄、那个自本性，迄、那个空性，迄、那个无生性、无生法印，哈、哦，涅槃性迄、那个。所以，这个另外一个名叫做真相，因为迄个物件。未变化，啊！那其他哦，拢会变化，因为头前有无常的问题，哈、哦。所以迄个真相是未变，有那叫做真实，真实就讲真实的意思，无变，永远无变。所以咱人世间的一切六凡拢会变，啊，听哈，现在爱做注意哈，六凡拢会变啦。不过你这所在我插一个话啦哈。永暗有两个女众菩萨，有问我两条代志。伊讲将来这个大地有三灾八难，这个三灾烧到底安尼。
这个火，即马讲火哈，地球烧了去，啊，地球烧了，佮烧到去到欲界安尼。地球烧了，佮烧到欲界哦，欲界拢烧。啊，即马佮带来火水，就去咧到大梵天啦。啊，即马来风，去到四象第四天安尼。五不凡天就消灭掉，因为五不凡天是罗汉天，就消灭掉。啊，这样就这个法义上有安尼讲嘛，吼，法义上安尼讲，起码有人唔知影，就讲啊，你要去天道啊，将来是火烧变怎？你讲这怀疑，火会烧到欲，烧到欲界啊？啊，那火烧到欲界变怎呢？不过我正甲注意讲，迄个时阵。这个地球行诸怀空，迄、那个火发生啊！咱已经经过现界一层火过啊！我讲啊，你敢听无？因为现界一层火就是行诸界的结束，诸界结束，现界一层火弄了，甚至弥勒菩萨啊，已经弄中量化三昧了，量化三昧了，搁现界一层火弄中来成佛啦。迄、那个时阵，咱立诚心，你唔再是对一个国土的直接度众生啊，因为已经开发眼地啊，所以咱唔免考虑时间不一样，安听好无？敢听有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阁先说，迄、那个阳明山那个菩萨，佮问讲，有人讲，啊，你去天道嘛，得佫爱来出世啊？我你讲，今仔日咱来弥勒菩萨的这轮已经脱了。伊甲咱写这个啥，写这个地背是安内，要写，因为伊即马底下计讲十七地经，就是如开书地论，十七分地，而且论就是如开书地论，甲咱教看安怎净化，教看安怎净化了后呢，将来伊来这个所在开莲华三会，咱甲对伊来，咱唔是顺业报，那是伫外院。是顺业报，搁在下生人间。啊，那是伫内院净土，将来弥勒菩萨下生人间，咱对来护念阿三会，甲咱开净化眼、开化眼地。这个唔是随业力来，即马即条叫好，那是随业力来，是外院随业力来。六欲天拢随六欲天，啊，甲第四天的这倒是天的外天外院来，这是随业力。今仔日咱是去净土，唔是随业力搁在降生人间，唔是安尼，是来护念华三昧开发眼地，正无上将来正无上道，安尼知影吼？敢听有？吼、哦，人家讲啥？迄个是，我搁讲一句确实，迄个是妄思啦，唔捌，伊无看过上生经，伊无深入经藏，也无看过下生经，伊看安尼妄说。哦，这个已经跟您工作地变去啊，到人修五万六千岁，就即马已经下降，佮将来提升到人修五万六千岁，迄中间两下三岁，弥勒菩萨伫咱的边啊，等于亲像金色佛释迦牟尼佛的身躯边，还大师兄讲意思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下面讲的是完全两码事，他们不懂啦，因为因无研究经典。所以世间的这个三宝的，咱这个佛教中的这个法师，我确实是糊里糊涂的。所以我唔敢跟你讲阿里不达，听好无？阿卡脱线，唔知讲要成佛这条线安怎样修出来？什么叫做阿里不达？就是讲迄无生法，咱不知道。阿、啊、就是无嘛，利就是无上道嘛，哦，迄种完全拢唔捌。所以今仔即开安尼凊彩乌白讲讲，都无要研究。哈、哦，阿个乌白神煞个诽谤佛经，好、哦，这个神煞甲恁讲一下哈、哦，所以这是顺煞讲啦。但是将来哦，这个真相真济实性，就是知诸法同一体性啊，同一性体。譬如讲六道，六道的众生，这个叫做业报相。啊，业报相的中间有一个实体性，共同实体性。啊，这个世间的诸法。这个叫做一切相，但是一切相伊本身有一个基本的空性，哦，这个叫做同一性体。
迄、那个同一性体，即个物件是不生也不灭啦，听好无？啊，世间上是无常哦，头前佮讲的吼，世间的一切上是无作啦，哈，啊发苦啦，无我啦，发空啦，哈，啊听好无？啊，但是即、這个，即、這个诸法同一体性，即、這个体性，就是咱唯一无著的真实性，即、這个无变安尼俩，啊那其他拢都变，哈。华严经的这个夜摩天光品讲的呢，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。无论是咱的心，这个心就讲清净心，清净的心，还是去讲佛，好、哦，还是讲这个众生，好、哦，无差别咯、哦。安怎无差别？因为众生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这个叫做缘起业报体，不过缘起业报体伊个机性本空，机性本空对咱人迄个心，这个是大地的真实理，所以大地真实理，迄、那个是咱人的如来中的实体，迄、那个本来就无生无灭，但是众生的变现，这个是缘起性，缘起本空，好、哦、要注意这点哈，所以迄、那个咱人迄个心。在心中来讲是心是佛，啊，离心无别佛，这我捌甲恁讲过啊，哈、哦，离心无别佛咯，这个是讲咱人迄个自性如来，迄、那个叫做佛心，叫做佛性，所以这两个字甲倒掉，心佛应该是两样，但是事实佛心佛甲佛就是心，对咱人迄个如来实相，不过如来实相。佛教众生是平等，是咱众生是蒙蔽，佛得光明安尼尔。咱众生就是这个心去蒙蔽，但是佛是心光明，好、哦，所以应该是三项心佛啊，甲众生是无差别。咱大家记这句话叫好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华严经的这《夜摩天光品》来在讲的。但是这个无差别是个指这个唯一的实相。这个真啊！咱即马要开悟，就是为着要开悟这个。迄、那个无生法忍、无生法忍，就是要开悟这个。这个叫做宇宙万类唯一的实体，无变的实体。这个像大地都会变的呀，大地有生住坏空嘛哈。啊，这个物质有生成异灭，咱人有生老病死，这个拢总叫做无常。唔过唯有这个实相，叫做相安。实相叫做相，按即马重要，因为这个实相是无生无灭，所以叫做无生。啊，即马咱就是要开悟这个，所以就叫做证无生法。咱重要是这个哈，咱只唯有要实求的，就踏入圣地，踏入圣人的这个实相为欢喜地，就是要为证这个实相安尼。啊，你要为证实相，一定爱先断烦恼，一定爱先断恼，爱一定爱先修戒律。叫戒律断烦恼了，咱心会稳定。烦恼若断，心就稳定。心一直稳定，智慧愈开发，智慧愈开发，就会让真正证无生法。好、哦，就是证这个唯一的实相。这点就是咱要要求的。但是一定要先断烦恼，断烦恼大乘卖造业安尼。所以绝对袂使杀生啦、盗偷啦、邪淫，咱在家中是最好了哈，不淫欲。好、哦，这点话等下开呗，安尼是较实际哈。啊，将来不得偷，不饮酒，啊，那无甲讲起来，搁较大就讲，哈、哦，内底无贪嗔痴，啊，无这个杀盗淫，啊，无这恶口、奇语、妄言两舌，这个叫做诸恶莫作。但是呢，进一步爱众善奉行，众善奉行了，你一定爱去自证其义，好、哦，安尼叫做是诸佛所教，佛陀是先甲咱教安尼尔。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呢，但是有差别的哦。佛有众生是因果相违啊呢，哈、哦，其他就有差别的佛就是佛，啊，咱众生是作业，所以就是因果无共。譬如讲，今仔日咱徛在恁的立场，甲我的立场，我今仔嘛去作业啊，啊，恁有哪有哪有去作业？我今仔日对。我去做这个菩萨业，啊，做你那是一味修起来，我那做菩萨业，
因为四方誓愿第一第四条愿的中间哦，就一定要发文无量誓愿行，这点就是叫做菩萨业。但是如果你伫厝里是社会，你那边个奇奇怪怪，你就是叫做未来的这个三恶道业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叫做因果不共。但是现在调理一直调理一直调理、哦、调理了但现在就直直没有缺点，他的凡夫是缺点蛮多的、啊、现在来菩萨的缺点缺点就减少、啊、这样我们直直调理直直修直直调理直直修缺点就减少、啊、这样将来生活尘沙无明那都中断了，所以佛陀叫做零缺点，安怎样吼？吼、哦，安就调理起来，安了解哦。但是有那无简单哈，无简单，这是真正无简单。但是无简单不要紧，那往生到处轮，富量华三昧，万行大事拢真圆满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好哈。啊，无事无个，啊，但是尽量哦，千万唔通过唔对。啊，那万一无小心唔对，福尽堪三昧。好、哦，一定爱安尼哈，所以这里就是因果相违，所以灵做无同法界就是这个心嘛，所以一念感念哈，我跟你讲真嘞，所以一念善，一念无执，啊，搁在一念恶，哈、哦，心念所影响出来，所以有天动地啊，原因出在这，这个叫做无同的心，啊，无同的心就变无同的法界，嘛是心嘛。十善业道经内底，佛陀去到灵王遐，甲灵王讲，讲是安怎？你靠遐鱼虾水族遮济，就是因为众生不共的心，开来这个所在做涅槃啊。搁再一点呢，佛陀伫一个树林内底，含地主伫遐去行，迄树仔顶捉一鸟，安尼叽叽嘎嘎，叽叽嘎嘎中间吼，这个地主问讲，世尊，是安怎？这个鸟里后大后小？后彩色，后迄个音色真好听，后迄个结口那是贵结口安尼。佛陀讲众生心变的，众生心变的，所以世间的一切，无论是你的正报还是你的依报，拢你家己的心变出来。好、哦，可是说唔敢讲，灵变无共法界，有那是心啊。听好，我阁甲恁讲。恁个人环境，我甲恁讲，恁的环境恁家己变的，你敢要相信？譬如讲爱钓鱼的人，伊内底有拿卡钓竿，安、啊、尼是唔是变的？恁相信无？你若变的境就安尼啊！爱啉酒的人有酒肚，是唔是心变的？你内底的酒肚啊，就白颠颠打，即款就是 XO， 即款就是。说我什么会啊？那白做啥？哦，哎 ，A 汉走路哈、哦，啊，哦，啊，现在就讲这款 XO 是一千的、几万的安尼，啊，在那电打白皮红看，那个蛮幼稚的，你晓得吗？应该给摇摆什么的，应该讲那种的生活，醉生梦死是一种悲哀人生。哦，啊，一挂人，一挂较有钱人，就摆古董、买古董安，迄有优点无？好、哦，啊，你就心就兴趣嘿嘛，啊，境就变安尼嘛。我甲恁讲，有一句话讲，咱乱查某吼，厝内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对吼、哦？那清气型的富人人，你甲看，伊逐日在去吃糖啊，一点仔灰尘伊在去吃啊，甚至环境的清净是心变的。环境的垃圾嘛是先变啊，啊看恁变出来袂，我唔知影哈。今仔日书香门第内底拢有海古早，即卖用古早讲啊，拢总有海文学名作，敢是安尼？对啊，佛教徒内底恁若搁再有白酒肚，我咧讲你有够低级的，你得爱从酒肚淡淡遐讲。你卖红啉，技术不了无师傅，就轻轻落破。你迄个酒度甲改做精度，嘛靠有一个像样啊，靠一个气息，吼、哦、是毋是心变的？环境拢心变的，
很了解，你内底健康无健康嘛是你心变的啊，你爱注意这点。无健康的人绝对有某一种的业报体、业报因，今仔较无健康嘛。健康的人绝对无作业，今仔较会变健康的身躯。所以一切正报甲依报拢总是心变的。处好歹另外一说，你管理好经济就是水啊。人唔是装出来，我咧讲富人人唔是装出来哈。我咧讲富人人就是对内定净化出来。你内心若就真善美，我跟你讲，你外上绝对非常的庄严。我无骗你。啊，你内底若没有东西啦，好无污染啊。我咧讲，你变出来拢总系污染，规面拢污染性，实在修。三年绝对变出来，我有卡甲恁讲，会向修两三档，未向修一世人，你都没有东西。你相信我的话，所以你彻底去改造你的心，你哪会当彻底改造你的心吼？我甲你讲，你含佛祖菩萨面就拢出来。啊，你若拜神有拜神的面，对不对？啊，惊心断有惊心断的面，恁看无？我搞得蛮清楚的，修行人伊绝对气质改变到真高尚，啊真高贵。啊，若无修行的人吊郎当，你甲看迄个众生相，你家己小可甲看迄个新闻借着恶新闻出来，迄款的人看是怎样？真好看啊！迄冤家相拍，迄少年啊，大家都暴奔两暴，甲他妈下啊，人警察要甲你啊，啊搁底下个暴甲真歹看，啊搁在底下气蒙蒙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得真清楚啦，所以灵变无同法界，有那是心哦，有那你的心。你若受过教育，你好好要清净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外相庄严相绝对出来，庄严高贵高尚，举止行动哦，都防给你侵犯。听无？啊，那无咧，凡夫一个啊。所以一个有修行人跟无修行人应该差别非常大哈，所以一个叫佛陀要变成佛陀，佛陀的作为就是菩萨业啦哈，所以到尾变三十二相啊，嘛是心变啊，变八十种好啊，嘛是心变的，所以这个心佛跟众生哈，应该是无同，看你一念间尔，就是等于未有我安尼。啊，恁今仔日要接受师父甲恁教育。你来注重心地的改良，甲革新、革新、甲革新，好爱注意这点。啊，无恁听要从啥？对吼，恁听就是要改革过去的习性嘛，过去的习性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心甲分吼，心分甲众生是共一个心嘛，但是要改造无改造是你的代志啦。所以讲，量变所变是拢总共一个法界，就是共迄个真如啦。即个法界是以你讲的吼，头前的法界是以人事甲外相讲的。安尼，即个是以你讲，所以咱人的理就等于迄个如来之理性啊，甲体性安尼。迄、那个叫做清净，迄、那个是非善亦非恶哦。所以迄个在唯识较叫做无记。你若要甲吼、哦，要甲伊清净，注意你，伊就甲你变出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缘好。唔过罗汉，你独善其身，还佫无达到遐，所以罗汉的面相吼，无三十二相，无八十种好哦。你也知影无？啊，你若是讲要甲用到这个菩萨道来改造你家己，佮要共同改造众生的心，我甲你讲，三十二相八十种随缘好，就变出来。因为这个如真如理性吼。就是一切功能，一切法的功能，因为心内底有迄个灵气，有迄个功能的灵气，伊会当甲你改造。大地你若是清净，绝对无今仔只混乱；心若清净，无只混乱。所以叫做心净，大地就清净。啊，若是心恶心恶，大地就黑暗。这必然的，所以这个是。量变所变，当然法界所以理来甲讲，一切是无差别，无差别咯。凡夫众生啊，甲逻辑拢共即个物件，
所以拢总共一个发生。为什么会变作鲈鱼？就是因为你作业，它变成臭蚊虫。吼、哦，还知影无？现在你得了鬼，就是因为鬼心重，拢迄个心嘛。所以会使讲，依你来讲，一切无差别，同一发生。这个叫做依你讲，就是法界。好、哦，弥勒尊佛，好、哦。